今天的划算的房子会是什么样子呢？这个全新的独栋别墅距离尔湾仅一个街区，位于森林湖市。整个视频呢是实拍的样板间，户型开阔大气。整个房子的面积呢是2638尺，四房三个卫生间两车位的标准车库，房子是两层的结构。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 Chris 刘。跟着我的镜头，咱们再看一次这个宽大的客厅。现在看到的是位于一楼的卧室，整个房子是四房，一楼一个卧室，还有三个卧室在二楼。咱们上到二楼可以看到一个二楼的客厅，整个房子到处都是大窗，也是现在最流行的户型设计。咱们现在呢去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主卧室，主卧室呢有一个很大的推拉门，而且呢有一个宽敞的阳台，所以呢让整个房子居住的体验非常的舒适。这个房子呢刚才讲过是位于森林湖市，离尔湾只有一个街区，但是呢它几乎是加州最低的持有成本，1.1%的税率。视频里看到的这个房子109.9万起，性价比非常的好，而且呢它是 single family。 而有些房子呢说是独栋，其实是 detached condo。 那么这两个的区别是 single family 呢它是密度低，追求舒适性，而 detached condo 呢它是追求成本，所以密度会比较高。更多的问题欢迎单独找我，持续给您带来最具性价比的房源，咱们下次接着聊。